那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，怕他们用脚浅达了珠宝，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。所以，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，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。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。你们要从窄门进去，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上王，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。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，路是多么狭，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。